啊，我又瘦了，真是瘦的一往无前。对，我有两个十八，然后一个那个是十八，那个也是十八。对不起，我那个抖音号我要改名了，我要改成叫双十八。我改名叫双十八。我改名了。呀，这涂的啥呀？面霜。什么面霜呀？嗯，涂的海蓝之谜。双十八。都瘦脱相了，谢谢谢谢。傻白甜，星星不是傻白甜，星星很聪明，星星很聪明，是吧？像，嗯，是吧？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看，奶枣很好吃。二加五，七，七加十六。快点，七加十六。二十三，二十八加七十九，这个真算不出来。But a broken heart, but 我们玩九九乘法表，不想玩，玩不玩？不玩。我们玩九九乘法表，咱们看谁输。肯定是我输。啊？肯定是我输。十加六十九等于多少？我能算出来吗？我十加六十九，这个怎么算呀？这么复杂。六十九加十呢？七十九啊。那非得用十做基底吗？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你们开店可千万别让星星去做收银，容易赔钱。他还想着他做收银。哎，我就是收银，我就是收银啊，就是收银。他我就是收银。大家得这样想，可能会赔，但是大概率会赚，因为他在算不清楚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多说。不是，现在不都是电脑算的吗？或者是小程序算的呀？小程序算的，我只需要听一下就行了，他会有那个提示。微信到账三十八元，支付宝到账五十九元，我就听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您现在好像但凡高端点的店都没有这种，就是都没有这种东西，真的。那我电脑上会显示的呀。嗯，合照是年轻的我和瘦的星星。合照是年轻时候的我和瘦的星星。我的下颚现在已经回来一点了，你们看。是这个姿势，这样有吗？有有，宝贝，有下颚线吗？有有有有有有有，你看比我的还明显。有吗？说有。有吗？嗯嗯嗯。我当时这样靠着的。应该有一点，我看看你转过去，我看，大家看不到吗？这个地方，这不有吗？这不有吗？你看，你再往那边侧，嗯，这不有吗？这有，有，看到了吧？有，有有有，会有的。哥，我看看你的下颚线，嗯。我一个月就能跟你一样，主要我这边没什么骨头，然后我现在吧，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骨骼有关系的，哦、这个跟每个人的骨骼有关系。哎、胖了，而且我这边是凹下去的，行，我这边是凹进去的。哎，行，默默问你哪一个月？啊，默默问你哪一个月？嗯，十三月。十三月星期八。十三月星期八那天给你展示。大家不要相信星星在说梦话。
宝贝，你以后能多练练屁股吗？我已经非常的厉害了。不是，我希望他就是稍微就是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年龄不大，想的挺美。我想啥挺美的？不是紧致，星星的很紧致。我就是想让星星练的，就是稍微的在谢谢花秀变得跟以前一样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花秀。其实瘦了也不好，但是瘦了就比较，瘦了就比较年轻。哎，我现在已经比你年轻了，我要是再瘦的话，你就跟我爹一样，那行吗？不用跟我比，不用跟我比。不行。不用跟我比，跟别人比。嗯，跟谁呀？跟那个照片上年轻时候的我比。意思是现在扛不动了呗？我扛得动啊，我扛得动啊，来，我抱你。就是你不是今天还腿疼吗？没事，我抱得动，来吧。有点勉强。来。你这就是，你这就是明明就是抱不动，要不然你会轻轻的把我放下，不会这样棒这样甩出去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老铁，差点把我手给我扯断。算你过关了，主要是我最近轻了。啊？主要是我最近轻了。那没有，我最近长力气了，那没有。你就说我轻了，能死？来来，我再抱你一下，行？那坐，准备好。一、二、三、七。喂，抱不动了，喂过来，抱不动，抱不动，太重。他们说让我喊一二三起，我喊了那个起，我没劲儿。你故意的吧？没有，我这么轻，起了，但是没有起来。我试一下，试什么？能不能可以抱？抱我啊？你抱我干嘛？这我多没面子！可是我好久没运动了，我可能也抱不动你了。我现在我好久没运动，也没力气了，这样会勒得你那儿疼吧？抱不动。你别装了，你站起来抱，你就没有抱不动我的时候。我作为一个小鲜肉，承担了这个社会太多的责任和使命。呀！一二七，哦，该说不说，有点重了，宝贝，有点重，哎呦我的腰，你真的变重了，啊？嗯，我变重了吗？我的腰，我的腰刚感觉到了一点酸，干嘛？谁一？这个是东西很难看出来谁是一吗？就是这个事情不明显吗？我把瘦脸，哦，你没开啊？没开瘦脸呀？我怎么还那么瘦啊脸？我咋知道啊？一点瘦脸都没开。能不能开胖脸特效？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美宁吗？
你的发际线有点高啊，老天。不高，发际线四指是刚好的，我只是额头饱满，真的，我只是额头饱满，我的发际线刚好四指，都不到四指。心有美人尖，心有美人尖，下不去了，下不去了，头发下不去了。没事，你带着那个吧，宝贝。这是我的大号。家人接受，接受，接受，接受。我还是觉得我不需要任何人接受我，我只需要我自己接受我自己，我只需要我爱的人接受我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接受我。大家平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不要瞻前顾后，只要你在乎的人支持你就好了。真棒，真棒！对啊，毕竟是自己的人生。其实不支持你的人，伤害你的人吧，他们就是想让你少跟他们争这个地球的资源和空气，他们希望你早一点走，所以你要更活得快乐一点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是跟他抢占一些空气，就是你要每天起床的时候你要使劲的深呼吸，多抢占一些他的空气，然后让他就是不能美梦成真，气死他。神经病。我们俩打架吗？我们俩不打架，我打不过他，不打架。是因为打不过所以不打吗？还是因为别的事情？我就是说，就是。我这个人没有暴力倾向。还有呢？我这个人比较，比较。比较疼老婆，我这个人觉得有问题可以用言语解决。星星别动，怎么了？谢谢，何必认真。老铁，谢谢何必认真。谢谢何必认真。笑了好了，家人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让我别动，是希望那个套在我头上的。让我躲一躲，那我躲一躲。你躲一躲。躲一躲就到我脸上来了，我稍微出去一点就到你脸上了。你出去，我出去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出去了。没有，你再我出去了。哎呀，我这边出去了，他识别不到我的。小明是谁？不认识。啊，都不好意思了，你就是故意的。这个声音好熟悉啊。是，这是想干啥？想造反？咱们现在被抓得这么紧，天哪！我看今天卖了多少货？卖货是我们的正当职业。香菇脆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香菇脆，谢谢大家。别说，还挺好看。我哪有兴奋啊？我没有，
我已经连着没有连，但是昨天然后是大前天，昨天和大前天，其实我今天比较虚弱，我不戴眼镜啥样。还戴眼镜比较好看。下播去忙吧。下播去忙了，我们下播去忙了。姐姐妹晚安，宝贝妹晚安。哎呀哎呀，挡着我下按下播了，晚安薇薇。哎呀，挡着我下按下播了，晚安薇薇。